109年使用牌照税4月1号即将开征，缴纳期限是到4月30号。地方税务局表示，税单都寄出了，请民众在期限之内要缴款。而缴税的方法呢，十分多元方便，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线上查缴税额，还可以参加抽奖。如果遗失税单或没有收到税单，赶快向税务单位来申请补单。109年使用牌照税4月1号即将开征，缴纳期限到4月30号。地方税务局表示，税单都已经寄出了，请民众在期限内要缴款。缴款方式十分多元方便，请民众可以多加利用。而如果税单遗失或者是没有收到税单，也请民众赶快向税务单位或者是上网来申请补单。好，109年使用牌照税开征车辆数计112403辆，开征税额计8亿8136万元。开征期间从今年的4月1日到4月30日，只要您的名下有汽车或者是151cc 以上的机车，都要缴纳使用牌照税。那如果您是身心障碍者，有申请使用牌照税减免的话，免税税额以气缸总排气量2400cc 的税额为限，超过的部分也要缴纳，请车主务必注意。那民众如果收到缴款书的话，可以直接持着缴款书到金融机构去缴纳，税额在20000元以下则可直接在便利商店缴纳。另外，民众也可以使用信用卡、晶片金融卡、约定转账、活期储蓄存款账户转账、 ATM 等方式来缴纳税款。那为因应这次新冠肺炎的影响，那减少民众出门缴税的风险，民众也可以用下列两种一化的方式来缴纳使用牌照税。那第一种是以行动支付的方式，使用您手边的手机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， 即可以连到财政部的缴税网站，直接缴纳牌照税，或者使用缴税 APP， 像是台湾 Pay、Easy Pay、简单付还有爱缴费这几个缴税 APP 都可以扫描 QR code 直接缴税，或者可以使用您的车牌号码或身份证及统一编号，直接登录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，使用线上查缴税，都这些方式都很相当的便利。地方税务局鼓励民众多使用行动支付还有线上查缴税方式来缴款，还可以参加抽奖。如果有任何牌照税的问题，都可以拨打0800-000-321或者是0382261212转242462248来查询。记者吕慧欢是报道。